慢一点啊。回家喽，来进来。正好。哎呀，琪琪都长这么高了，来，大宝抱抱。哎呀，哎呀，抱抱，哎，举高高。哎呀，来，叫爸爸。爸爸。哎呦，这还不好意思呢，叫姐姐呀。姐姐回来了，叫姐姐。哎，琪琪，哎，看看这桌子怎么样啊？哟，真合适啊。好看，真好看。来看看这家。来，看看。哎呦，漂亮漂亮了，哎，漂亮，像个小白雪公主一样。哎，以后喜欢哪件就穿哪件啊。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，哎，小草莓的。哎，这好看，这好看。大家好，我叫罗琪琪，我今年10岁了。我以前的时候在南郑子弟小学读书，和我的姥爷一起生活。然后在今年暑假的时候，和我的妈妈从南郑来到汉南。陈静。先给你安排一个同桌，等下个月换座位的时候再给你换回来，行不行？行。那你就去坐那儿，记住啊，上课千万别跟同桌说话，知道不？陈东哥，不要同桌嘛。我也行。安静。来，大家看这道题啊。什么？你喜欢数学？嗯，我姥爷说了，学好数学，脑子会变聪明。你这是啥呀？奥数题。奥数？就是奥林匹克数学竞赛，你没听说过？我们那儿没有，你们这儿才有。哎，他们为啥不让我跟你说话呀？我爸爸不喜欢我有同桌，觉得会耽误我学习。啊，那是不是没人跟你说话了？没事儿，你可以跟我说话，我不怕他。是梯形的面积，像梯形的三角。我不去那附近看看，还干过啥？干过可多了。射雕英雄传、天屠龙记、薛丁山争西、雪人归城东，还有红楼梦。红楼梦你都看过？我好想看红楼梦啊！我姥爷还讲给我听了。我能教一本，我也能借你一本，咱俩换着看。行。我今天只带了这个，可以吗？我们这节美术课学习画正方体，你们观察一下，它们一共有几个面呀？六个面。对，非常的棒，自己在纸上画一画，好不好？好。看看和老师画的一不一样啊？看完了。还有呢，这么快？等着啊。哎，对了，今天早上在操场看到一只鸟，死了。你想看？老师，我俩上厕所。你俩一起？对，憋不住了。行了行了，赶紧去吧。你不怕吗？不怕。走，我们安葬他去。
你是不是特别聪明啊？为什么这么说？他们都喊你小神童。这世界上肯定有比我更聪明的人吧？没了，我觉得就是你了。因为你知道吗？你给我看那本书，我完全看不懂。诗经？啊，对，根本看不懂。我爸说不用看懂，背过就行了，等到有一天自然就懂了。你都背过了？哇，你怎么背的？教教我呗。你能学会吗？虽然我不是小神童，但我也不差呀，所以我肯定能学会。那你听说过一目十行没有？没有。一目十行说的是有人看书一眼就能看到十行。你现在不仅可以听到我说话，还可以同时听到教室前面的老师在讲课。我们站在路的中间，会发现路面和两旁的树会慢慢的集中到我们眼睛正前方的一个点。灰灰在又乱裙子，它的袖子是宽宽的，还带着一个兔兔的小包，它的上面是紧的。教室外面有人上体育课大叫。对不对？就好像人的耳朵可以同时听到四五个人的说话声，并且都能听明白他们讲了什么。这猴子明明是张俊，出来。像你这样的学生啊，我见多了。那上次考试让家长签字，是谁签的呀？是不是又该请你家长了？我们眼睛是可以同时看几行的，并可以同时记住几行的内容。人的脑容量非常惊人，一个人脑不亚于一个宇宙。多个人同时说话，我们会觉得是同时，但其实对大脑而言，它会自动分出信号进行捕捉和处理。琪琪，干嘛呢？一目十行。你知道一目是什么意思吗？你看，这是一瞬间。这在佛经里边已经是60个刹那，可对大脑而言，说不定已经被分成了上千个、上万个时间段。要好好锻炼它，咱们以后还能见。你要去哪儿啊？张一飞，妍妍，我背住了，要不要背给你听啊？俊宏，找着了吗？没有啊，我记得我就放在铅笔盒里了呀。钢笔不见了。周云怎么了？老师，我的钢笔不见了。钢笔丢了，再找找啊。我找了，那是我爸爸从北京带回来的。有没有谁拿了周云的钢笔啊？自己主动站出来还给人家啊，老师就不追究了。快点，老师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是罗琪琪拿的。今天早上做操，就罗琪琪一个人在教室里。罗琪琪，你怎么没去做操啊？我今天忘带红领巾了，班长说没带红领巾不能去操场。
罗琪琪，你跟老师说实话，只要自己主动承认错误，老师保证不告诉你家长啊。我谁钢笔都没拿，我真的没有。就是你拿的，哎，三只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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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闭嘴！三只手，你闭嘴！行了，刘俊，你起什么哄？罗琪琪，把你书包拿出来。这是什么呀？你看这个，你怎么能看这个呀？你是不是也给陈静看了？啊，好多老师都跟我反映说你们俩上课交头接耳，看闲书。你，我问你，周韵的钢笔是不是你偷的？我说了没偷就是没偷，你冤枉我！起来，站教室后面去。给我站好了。报告。张俊，哎，你怎么下午也迟到啊？啊，不好好午休，你跑哪儿疯去了你？老师，我没疯，我这不好着了吗？我问你，你昨天是不是跟刘俊打架了？那是他先打我的。明明是你先打我的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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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吵了。你们还有理了打架？过去后墙站着。遵命。我嬉皮笑脸的。打入冷宫了吗你？还有一件事儿，陈静同学以后都不来了。人家直接跳级上初一了，等到你们上高一的时候，人家都该高考了，上大学了，这才是榜样。好了，周云，你别哭了，先上课，下课到我办公室来。多人追击看起来很复杂，但其实只要我们仔细梳理条件，就会发现，这个甲其实是给我们算总路程的，所以我们求出乙的时间是十二，丙的速度就是九，所以如果丙要追上乙的话，就是用这个距离除以他们的速度差，所以最后得出两个小时。这道题啊，确实已经超出我们讲的课程了。所以这次没有做对也没关系，是不是？只要学会了方法，下次自然就做对了。钢笔你给他了吗？啊，给了，给了。我告诉你，你可得好好管管他，别一天到晚的不当回事儿。小时候就偷偷摸摸的，长大了还得了吗？哎呀，好了，知道了，行，赶紧上班去。好了好了，爸爸得歇会儿了啊，累死爸爸了。哎，琪琪，来来来，下来下来，下来玩会儿，爸爸教你跳舞啊。啊，好。爸爸，啊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二三四，二二三。
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二三四，真棒。是考马猴的卷子，上面写着与通背猿猴一样的表格。这个问题与第二题差不多，待尔等解决它，我就封猪八戒为天蓬元帅，再封徐钦民做一个托塔徐天王。嘿，我也赢啦！行行行，赢了赢了赢了，都赢这么多局了，让爸爸休息会儿吧，好不好？爸爸再来一局嘛。哎呀，休息会儿不都玩多少局嘛？那你这样，晚上背首唐诗，爸爸就陪你再玩一局。圆圆，爸爸妈妈，爸爸，当爹呢，那睡着了不会叫醒啊。姑奶奶都说一路了，不跟你说了吗，骑在家睡觉都睡醒了看不着人不得吓死啊。你一会儿给他道歉。道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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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有琪琪啊？柜子里。哎呀，没有啊。琪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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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吗？也没有啊。你看我说什么了，不能把他一个人留家里。这行，赶紧去找他。走走走走。哎，你先哄他睡觉吧。哦，留着点门，听着点啊。行行行，路上注意点啊。哎呦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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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一杯啊，帅哥，赶紧
都做出来了，都做出来了。小飞。那边玩去。小波，这都几点了你才来？刚放学。胡扯，你以为我没上过学？到处乱跑，出事了我爸还得骂我，让我跟你去，真是。别问我，不知道，跟这儿窝一晚上了，你赶紧给送走。小妹妹，你还不回家？小妹妹，喜欢看书啊？琪琪，罗琪琪啊！妈妈，让乱跑，让乱跑！我给你爸找了你一晚上，你懂不懂事儿啊你？妈妈，我是想找你来着。阿姨，她谁是你阿姨啊？你们这什么店？
连这么小的小学生的钱你们都赚，信不信我现在就去工商局告你们去？走。哎，大婶，自己看不住孩子还怪我们，要不我们替你看着，早被人贩子拐跑了。滚，一群二溜子，离我女儿远点。走。神经病，自己看不住孩子拿我们撒什么邪乎，我还没找他要钱呢。让你不听话，让你不听话，跑跑啦，跑吧！这么不懂事，怎么就这么不听话？跑，让你乱跑，让你乱跑，让你不听话，你活该你！行了行了，自己说，坏了，你错哪儿了？自己说。琪琪，那种地方那都是坏孩子去的，以后你不敢再去了，知道不知道？哎，好了好了，都这么晚了，孩子还没吃饭，我先弄点吃的啊。这件事妈不生气了，可你以后不准乱跑，你一个小姑娘过去被人拐走了都不知道。琪琪，你去那个游戏厅待了那么久，玩游戏了没有啊？那你都干什么了？我看书呢。看书。哦，行，你说你说你说啊，吃吧吃吧。琪琪，你之前在老爷家是不是也经常这样？钻衣柜、画小人儿，还顶撞老师什么的。还有，妈妈前两天给了你一支钢笔，你是不是给扔了？插门口画板了？以后不准这样了，知道不？东西可贵了，你爸爸买来是让你给同学还回去的。对不起。行了，妈知道我以前忽略你了，可你是姐姐对不对？你得给妹妹做个榜样。还有，你姥爷那些是不对的，你要是再这个样子，别人会把你当成一个怪人，就跟你姥爷一样，没人喜欢你，知道不？没人喜欢姥爷吗？对呀，姥爷就是没有人喜欢呀。你看他，这都退休多少年了，以前还是工程师呢，现在哪有人去看他呀？妈妈也不喜欢姥爷吗？气的还到处乱跑，知道吧？你要是再这个样子，妈妈就不喜欢你了。你要听话，你听话了，爸爸妈妈才会爱你。今天晚上跟爸爸妈妈一起睡好不好？拿着，赶紧点儿，又迟到了。一会儿你先进去，就跟老师说路上摔了一跤。刚才让你先进，你为什么不进？要不进一起进。傻子，你这样以后可就更讨不到老师的喜欢了。随便他。
我卷子上的倒数题我做对了吗？对了。那就行。什么那就行？你怎么会的？陈静教你的？我本来就会啊。为什么？我聪明呗。傻子。你才傻子。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学奥数？这个真的是你做的？真的是他，他拿我卷子做的。你快跟高老师说呀。是我。你喜欢奥数？我喜欢数学。老师给你出道题，考考你的基本功，好吗？如果一个正方形，它的边长增加三厘米，它的面积就增加了39平方厘米。那你知道它原来正方形的面积是多少吗？25。12×92。1104。36×76呢？2736。你好，我姓高，是我们学校奥数班的辅导老师，你可以叫我高老师。你愿意参加奥数班，然后参加奥数比赛，为我们学校争得一份荣誉吗？如果我拿了奖，老师和爸爸妈妈就会喜欢我。不只喜欢你，还会为你骄傲。我们这么聪明，就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，好吗，罗琪琪？喜欢捡这些破石头啊！你看，它每一颗都不一样啊。你看这颗怎么样？嗯，我们交换，这个送给你。老师为什么讨厌你？可能因为我笨吧。你才不笨，你很聪明的。但是他们都是这样看我的。他们说我打了刘军，都没人问过我是不是真的打了。你打了吗？我打了呀，但那是刘军先打我的，我得让他知道我也会打架，他们就不会再欺负我了。但是大人们从来没问过我为什么打架，他们要是问我一句为什么，我就不会跟他们作对了。反正就算我说了，也肯定没人相信。你觉得他们会相信陈静打架吗？我们一起拿第一好不好？什么？奥数竞赛。我拿不了。我帮你，可以的。真的？真的。你看，我妈也很偏心我妹妹。我妹妹说什么她都信，换成我就不是。
你知道我为什么学奥数吗？我爸在外地做生意，一年回不了几次家。我跟我妈过，我妈想离婚，她想要离开家，去外地。你说，我妈想离婚，是不是因为我不争气？肯定不是。亲爱的武当派掌门徐清民同志，这里是来自昆仑山的电报。告诉你个好消息，你最可爱的外孙女儿在汉南生活得特别高兴。还有，我在学校遇到了一个特别好的老师，他叫高老师。高老师说我特别聪明，还有参加奥数比赛呢。爸爸妈妈说，等我拿了奖，就要送我一个洋娃娃，但是我不想要。我希望妈妈可以带我回家看姥爷。在奥数班，我还有一个好朋友，就是我的同桌张俊。嘿，张俊，你别跑啊！我去你！他是我唯一的朋友，也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张俊想拿奥数第一名，我打算帮助他。我们俩可以一起拿第一名，一起被高老师表扬，将来还可以一起上初中，一起上大学，一起回南郑看姥爷，看看小鸭子有没有长大。姥爷，今年暑假你会来看我吗？